大家好，我们是美秀集团。哎，我们陈团经过真的超级好找，哎，维基百科有一点。Google 一下很难吗？好，我这边的人是刘修齐，他是乐团的嘴巴，是真正而已。对，我讲完了。我右边的人是狗博，狗博平常在乐团负责唱跳。台北，准备好了没？狗博是我们最近一波的问卷里面人气最高的团员，他人气总共有50几%，吊打大家的人是狗博，所以意思是我们另外三四个人加起来。都没有比他还要重要。狗博，我身边的这是庭文，他是我们 bass 手，然后他负责。那我右边的人是钟喜，你要不要告诉大家钟是哪个钟？金钟钟。他是美秀集团的鼓手，他现在在当兵。我右边左边的是冠佑。他是我的司机，他是那个浩特大号的公司的执行长，火旋 CEO， 火旋 CEO。喝酒后最失控的事情吗？哦哦，你们要，我要跟你换个位置，现在可以还原当时的现场。2016年来龙去脉，为什么我们五个刚好都在？是因为。那天我们跟一种心情同时在台中表演，对。然后后来结束之后，我们就约一种心情去夜店。我们就是想说，哎，我觉得我们在房间里面喝酒就好。我们还去他们旅馆。对，然后就那个林心要出去去房间，然后林心回来就说，哎，我们还是去好了，狗狗已经穿那么帅。到夜店之后，那时候我就狂喝，因为那时候好像入场之后那个酒全都点嘛，对。然后我就每一种都点来喝，然后我整个已经发掉了。然后我是那个时候我就直接帮康廷文按摩，不是抱了那个女孩，按小腿，按小腿，我记得他帮你，没有，他有把你们脚鞋子脱掉，好不好？对，我记得鞋子，真的假的？他把你们鞋子脱掉，然后到后来时间又进行了一阵子，不知道为什么就靠他开始亲，他有亲嘴，他你们不要自己讲，不好爆料，反正我就亲康廷文啊，我就亲康廷文。我觉得我有印象，狗博喝的最接近醉的一次是，我们第一次演完觉醒，然后我们去那个，哦干，唱歌，然后那天休息直接超阿扎利买两瓶 Absolute Vodka， 然后我想说干这两个人是要冲他醒来，因为我们那天是这样，我们演完觉醒，然后我们不想要找住宿，然后我们就把自己关在一个 KTV， 最后是所有人倒在地板上，然后林宏瑞，那个时候我们很喜欢 freestyle， 然后他那个时候我们就会随便放一首歌，然后他就一直在那边 freestyle， 重点是他到后面他已经完全失去逻辑，他在那边说北京就是台北，台北就是北京，哎，其实整体来说美秀集团的酒量算是非常差，以整体没干零，对，没干零。那个我最近蛮喜欢看《举光原地》。闻脚，示范，我蛮肯分享，虽然冠佑可能也闻过你的脚，哎，没有，这个没有，我会在洗澡的时候一边大声的唱《披星戴月的香》。突如其来，没怪癖，我不会自己一直发出一个声音，没有，我外头，哎，你不要这样做，你不要这样做，我这样会很想。烧东西哦！哎，我们有一次跟海豚刑警去宜兰玩，宜兰大家闲暇无事的时候在那边喝酒聊天，然后他们在那边跳舞什么，然后他准备好一整个 set， 他就是要在宜兰，他就完全不理我们在旁边烧东西，然后他烧到他被五月觉得是怪，很奇怪，你知道五月有什么资格觉得别人很奇怪？就是他真的太奇怪，我的天哪，他真的好奇怪，而且观众会看着那一团燃烧的东西。微笑，对对对，就那种很得意的，就是这个宝贝是我亲手做出来的那种。我要当鸟，哪一种？会飞的。哇，他讲干的，就我的个性蛮像狗，你们不觉得可以在路上打炮蛮爽？超多人，这次那个问卷超多人问什么？都是类似，哎，有什么？你整趴全部都钟喜。钟喜有女朋友吗？钟喜喜欢哪些女生？什么？钟喜19岁的我什么？
你可以跟十七岁的我结婚吗？十七岁是合法的吗？哎、欸，合法，合法，合法。他签我的同就可以。但是都有机会啊。你确定？你确定要回答都有机会？忘了自己，忘了初衷，谁能来拯救？强调一下，就是说，变成异性自己是讲个性的吗？就是有性别不一样，就是因为如果连长得都一样，真的就如果长得完全一模一样，可是他是异性。右脚、大拇指、指甲整片剪下来之后，哎、欸，那真的很香，那真的超爽，那超像那种木头的味道，我喜欢烧纸的味道，我喜欢我自己的味道。哦，他真的是，对他真的很，他真的很坚持，他引以为傲，他一直在那边你闻你闻，我是香的，你闻，我说就是，哎、欸，可是你不能这样子，你知道男生闻女生一定是香的吗？虽然冠佑可能也闻过你的脚，哎、欸，没有。最近的话，冰棍竟然第一个，小甜优，鸡泽明步，梦乃爱香，我最近喜欢桥本有菜。还有 Gabby Carter， 哇，你是真是洋人啊！讲嘛，要不要简单说？啊，怕你们不敢呐、啊。来，主要在一起讲。主要在一起讲吗？啊，一来，让我想一下，我想一下。好，我现在想好，我先想好。一、二、三。Baby 原子柱。偷别人家的狗。你偷别人家狗？就有一次真的去偷附近的狗。你偷狗干嘛、啊？我那时候就想养狗。然后之后狗就还人家。然后狗就我带它下去遛狗，它主人就来了，它就跑去了。然后就跑去找死。对啊，跑去找。然后装没事。好屌！我很。真的啊？没有哎、欸，我觉得我最坑的还是就是我抓着洛日飞车曾国宏的双肩说，我现在随时都可以趴下要。然后我说完这句话，我后悔到今天。就我只是想要表达说，我真的看了一个我人生中我真的从来没有看过这么好看的表演，我就叫他。为什么要这样？第一次去香港的时候，我们就喝醉之后，我们就是因为半夜十二点，哦，干，那真太坏了。我们就拿那个路边的交通锥，那很棒哎、欸，我擅自把一条路把它封起来，然后经过的车子就一直停在那边，然后回转，对，然后我们就在旁边笑得很开心。在火车站对人家疯狂告白，反正那时候我根本不认识林冠佑这个人。完全不认识他，就有一个影片传到我的手机里，因为那时候都是蓝牙时期的，国中二三年级的时候，他们说就说天哪，什么这个人在校外，然后喝醉酒，然后缠着，然后在那边死缠烂打，你知道我是真的很喜欢你，然后一边哭哦，就是我没有哭，没有，就是犯，就是泪哭腔，哭腔，你有哭腔，哇哇，我要讲一些很主流的哦。吓死你们了！完全没有在追非主流片的休憩。你敢讲麦可贝吗？我超想麦可贝了。我想蹦蹦蹦蹦蹦。那个好莱坞的那个叫什么？真的，我研究过台湾人只讲得出这几个名字。就是你去你随便去这样问，大家最喜欢的导演就是诺兰、大卫芬奇、昆汀，还有 Wes Anderson， 还有那个、啊。八条橘子那个库伯利特，哦对对对对对，这台湾人只认识这些导演。是温馨片单。你讲一个我们刚刚没有讲到，那只冯提尔。好，你看狗博就是有在看电影的。你还可以试试，我还可以试试，你还可以试试。新训十四天没有放假，两次女生很累。那假设你碰到像他们，像左右两边可以试试，那你两次，那你两次你说累了。啊！对啊，很合理，很合理，就是这样。哦，所以你愿意陪演，你愿意陪演两次？我可以，我可以。哇，好真诚的分享，心机啦。
人间四月天的。你还是不知道他叫什么名字？我懂啊，羡慕你。跟大家分享一下《鬼迹》这首歌，就是因为《鬼迹》这首歌它没有被收藏到周杰伦的任何一张专辑，所以会知道《鬼迹》这首歌的人通常都是就很低音。然后我跟狗博还有我们的制作人 Dennis， 还有对他的，反正我们这一挂人都非常的喜欢《鬼迹》，然后我们都会有一种哎。你也喜欢鬼迹啊？那个人说，干，那我最喜欢的什么就哦，就是鬼迹变成我们的一个暗号。黄埔军歌。下一张专辑超好听，虽然我们还没写，哇，虽然完全没有个雏形，但你要这样相信，你给予我们这样的信任，就又有几率你会死我。好，我们彼此不期不待，好不好？有一天突然出现，然后对到你的胃口，你开心，我们也开心，顺其自然。对，拜拜，四周年快乐！好，等一下那个，刚才前面段可能要稍微修一下，因为那会影响到我在外人的觉得我到底是不是渣男这件事。你是啊，